大家好，我是木兰。今天呢是2021年2月23号。我现在呢正在从勉县的县城出来啊，打算去南郑区看一看。南郑这个地方的油菜花也是非常漂亮的，不过我现在来的这个时间，油菜花都还没有开呢啊，就开了少少的一部分。今天主要过去想看一下那边好像有一个大佛洞啊。全国各地都一样，把马路就开到这个村子中间，还是说这个村子就要包裹着马路。这个路还不短，放一首陕北民歌。外地朋友能听懂吗？花抹脸搭，就是小孩没了爸，等到长大才知道哇抹了搭。就醉了。好玩吧，听起来。这是我们陕北的民歌，说唱版。等到长大才知道挖抹了他搭。陕西话好玩吗？好啦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，下期见。